我有很多街坊朋友就話咧，我哋之前就同我講，我話中山，我哋咧就上去嚟啊遊行喎、哦、示威喎、哦，支持咧就喺元朗咧就支持一個社區服務中心。咁我同佢哋講，我哋咧就要社會要和諧，哦。咁嗱呢啲唔需要，我話咧就我會代你反映出嚟俾大家知道，哦。咁啊就我啊之前咧就好多朋友咧就啊向我反映咧就元朗區咧就嗰個服務大樓咧就設施就不足，經常咧就要申請啲場地咧就申請唔到，就要好早去申請，好多時都話敷咗，所以因為我元朗區嘅市區嘅人口嘅增加咗好多，有啲增加。哦，咁啊就啊，尤其咧就嗰個元朗大會堂個服務大樓咧就好殘舊，即係已經都有超過40年嘅歷史啦。哦，咁啊，我相信咧就喺元朗大會堂隔離嗰度咧就起一個咧就服務大樓咧最好取嘅。哦，因為咧就呢個有元朗大會堂有效嘅管理。哦，就相信咧就可以持續咧就可以就即係可以發展，即係大家唔使驚會難免，哦，咁啊就即係就真正咧就可以服務到元朗嘅居民，哦，希望大家支持，唔該。